日本顶尖强队相互交锋，体育台深入日本职棒心脏，报道日本职业棒球联赛。 Pacific 联赛冠军 Orange Blue 迎战 Central 联赛冠军 Yakult Swallow， 七战四胜看谁领风骚。日本职业棒球联赛今晚卫视体育台。做生意的道理是，我们搞企业关键要找个好的产品。开发赚钱的新门路，牛小庆打开引号，明天晚上卫视中文台。 95年美国排行榜观众直选，投票给你最喜欢的亚洲歌手，就是你该做的事。将你的选票寄来，同时回答这个问题，寄到 Channel V 95年美国排行榜观众直选收。若你所选的歌手获得最多选票而夺魁，你可以成为座上嘉宾。想想纽约市美国排行榜观众直选，你的选票可以改变你的未来。 这里是卫星电视，您现在收看的是中文台。亚洲精选分裂家族，女主人入院，表面健康的家庭开始分裂。你答应过妈妈，怎么又不来呢？坐下。 你们家的人像一盘散沙，辗转反侧，也难逃分裂厄运。别打了！亚洲精选之分裂家族第一集，星期五晚上卫视中文台首播。本世纪最震撼人心的音乐盛会，带来无可比拟的心灵震撼。 掌握最新最快的电玩情报，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们的舞台会越做越好。请留意电玩大观园的最新播出时间。看我们玩家朋友不可以不知道的最新游戏的情报，精彩内容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电玩大观园，今晚卫视中文台。 东亚病夫，如果你想找我们日本人报仇，我们随时都欢迎，还可以还给你。精武门每逢星期二四晚上7点及10点，卫视中文台。想知道卫视中文台每个礼拜有什么精彩节目吗？您还在等什么？ 只要拨国际传真号码8520717760，然后按下8，您就可以拥有卫视中文台每周节目推荐以及详尽的时间表。透过卫视传真热线，卫视的娱乐事件一触即发。哟哟哟，鹰爸爸，鹰爸爸，你看他们又跌下来了。小麻鹰啊，你千万不要跟他们学飞呀。 你看他们怪模怪样，又怎么懂得飞呢？卫视中文台台庆特备节目《日本奇趣飞飞飞》，今天晚上卫视中文台。我是我演，大陆跟我演。张曼玉、梁家辉，《爱在他乡的季节》，今晚卫视电影台。